有这么神奇的事情？因为它会刺激我们的细胞持续的增长。嗯，它的学名叫做这个 POT 的这个血小板冻眠技术。那它本身就是刺激活化我们的细胞，让我们的细胞加强抵抗力，然后它就会从内到外，修复我们皮肤应该可能该修复的地方。它是透过血液，是不是？对，就是我们可能抽血出来之后，然后它萃取我们里面的血小板1%，然后来做到修复。想拥有独家的客制化节目和内容吗 ？iStyle 一起爱生活，生活美学热烈招生中。相关资讯，请上网搜寻"爱上你"。